智慧的符号啊，那是正常的人啊。那傲慢呢？傲慢是不正常的人啊。一切恭敬是佛教的，那我中国老祖宗教的，你看《礼记》的头一篇，去礼曰：“无不敬。”无不敬跟那个一切恭敬是一个意思，对人要恭敬，对树木花草要恭敬，对山河大地要恭敬，没有一样不恭敬。啊，普贤菩萨头一句话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诸佛怎么讲呢？凡是有法性的都叫诸佛。那哪一样东西没有法性呢？啊，万事万物它的体就是法性。所以一切恭敬呢，啊，这个应当学啊。啊，第二个严重障碍是嫉妒。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别人好，超过我们，我们是帮助他，是成就他，还是排斥他？啊，把他挤出去。如果这个人做的是好事，对社会、对大众都有好处，我们去障碍他，去排斥他，这个罪就很重啊。如果他是一桩好事情，啊，像是学道，他将来道业成就了，他成为菩萨，成为佛，他要度化多少众生，我们障碍他，让他不能成就，这个戒罪呀，不是跟他戒，他不会怪你，人家是个好人呢，你怎么障碍他，他无所谓。戒罪是从他的影响那方面的戒罪，就是有多少众生失去跟他学习的机会，罪是从这里戒的。我们在《法起殊胜菩萨制要经》里面看到，啊，这是佛说的。过去有两个出家人讲经说法的，讲得很好，啊，很得信众的欢喜赞叹，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另外有一批出家人呢，看到心里很难过，生了嫉妒心，啊，就在信众里面造谣生事，啊，说他们破戒犯规，在那里欺骗众生，啊，这些听众啊，听了这些谣言，逐渐对法师疏远。以后这些造谣生事，就是嫉妒毁谤这些法师，都堕在阿鼻地狱。
啊，那么他这个接罪是不是跟那两个讲经法师接罪呢？没有，讲经法师通达道理啊，不会责怪他。啊，他那个罪重罪是从哪里来的？是让许许多多众生呢，他们接触佛法、听闻佛法、修学佛法的缘断掉了，从这里接的。所以他影响的人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他的罪就越重。我们要是以真正的真诚慈悲心成就一个法师，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回报一个法师，法师怎么样？法师自己提升了，怎么会提升呢？法师还感激他，成就他的忍辱波罗蜜。啊，你回报他，你陷害他，他没有怨恨心，他没有报复心。啊，他怎么想的呢？你是来帮助我消业障的。啊，纵然我这一生的业障轻啊，我过去生中的业障很重。啊，你对我种种的回报，啊，障碍，甚至于陷害，我通通接受，不生嗔恚，这个境界就提升了。就像佛在经上讲呢，忍辱仙人的故事一样。啊，忍辱仙人故事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的事，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在深山里面修行，遇到格利王，啊，格利王是暴君的，不讲理呀，啊，对他产生误会，把他凌迟处死，你真叫大冤枉啊！啊，忍辱仙人在被杀害的时候，没有一点怨恨心，那个处死是凌迟处死。不是让他好死啊，让用他刀的时候一刀一刀慢慢这个肉把它割下来，一片一片割下来，这样把它割死掉。啊，仙人感激他，啊，感激他什么呢？感激他帮助他把忍辱达到了究竟圆满，啊，受这样的侮辱，受这样的残酷的刑罚，没有怨恨，而且还给格里王说：“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忍辱仙人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格里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正阿罗汉的弟子，乔成如尊者。那佛说话算话了，真的第一个证阿罗汉。啊，那么格利王害了忍辱仙人，堕阿鼻地狱。啊，所以戒罪呀，他不是在佛这边戒罪，啊，不是在修行人那边戒罪。如果普通人他有怨恨，他有报复，那个仇恨就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啊，所以你害修行人的时候，对修行人的不接罪，是对文法啊大众啊从那边的，从那边接罪啊，所以这个是你得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习啊，所以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以佛为神力啊，这个为神力就是教育，就是经教啊，我们真正能够啊对于经教有信、有解、有行、有证啊，有证呢就得清净慧眼啊，我们不能像摄诸菩萨啊，真的得到无眼圆明啊，我们至少啊也要得到一个慧眼，慧眼比天眼就高了，比菩萨不如啊，就是阿罗汉呐、啊，啊，至少要有这么一个境界。哎，你有能力啊，无论什么境界，你只要一接触、一看、一听、一接触，你就晓得它是邪还是正，它是真还是假啊，是非利害得失，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眼。了诸佛境界，不能彻底，也有部分。啊，至少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呢，你能够看破啊，看破就不会执着了。啊，那么这个境界啊，在前面我们学过天台大师所讲的观行即佛，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境界，遇到了净土法门，对念佛法门，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不是一生成佛的，往生是一生成佛啊，无比的殊胜呢 啊，想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大的呢？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殊胜的呢？啊，帮助众生要讲缘分啊，缘分呢是他能够信解行证啊，至少他能信能解，有这个缘分可以帮助他，他根本就不相信，他也不愿意接受，语言不成熟啊，语言不成熟的时候要成就自己要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这就对了。啊，自行化他了。啊，这才能够续佛慧命，护持正法。幕后这两句说：“今见卢舍那，重增清净心。”卢舍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净满
清净圆满，报身佛啊，毗卢遮那呢是化身佛，释迦牟尼是应身佛。实际上啊，一界十三，三界十一啊，毗卢遮那化身是体，体没有形象，实际上呢就是常寂光啊，净满是报身啊，报身有两种，有自受用的报身，有他受用的报身。自受用报身就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现前了啊，障碍通通除掉了啊，报身现前了啊。什么时候呢？给诸位说，只要明心见性的就真的报身了啊，像这个一般大乘教里面所说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一品无明破了啊，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报身就现前了。这报身从哪里来的呢？无时无明习气未断，它有现象啊，那个现象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住在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里面有佛啊，报身佛。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也都证得报身，但是啊，没圆满，就是习气还很浓啊。这个毗卢遮那了，大概习气已经快没有了，通通断尽。断尽，哎，他有能力断尽，他还留一份，留一份不断啊？为什么呢？这一份不断的是吧？他在十宝庄严土里面帮助那一些报身菩萨，这叫流祸运生啊！他那个最后一品微弱的习气他有能力断掉啊，但他不断，他保留的那一点点啊，因为那个一断的时候十宝庄严土就没有了啊，就变成常寂光净土了。他不是没有，不是没有能力，他是故意的。啊，故意，我们想着，哎呀，故意，那不就起心动念了？啊，那不就是这个有分别执着了？哎，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执着。我们不用故意这个名词，你没法子理解。我们的故意是有心的。他的故意是无心的，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很难理解，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境界啊！这个就是彻底的悲心啊，大慈大悲
因为这样，这个现象，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毗卢遮那佛了，能给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现在这些发生菩萨生到十宝庄严土了，见到报身如来了，信心大增啊！啊，增长了信心了。《金刚经》上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这生实相是什么意思？生实相就是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信心清净，清净到极处就见性了。啊，那么这是发生菩萨，个个都明心见性了。那这个生清净净性呢，帮助他断无时无明习气，时间就可以缩短。啊，不得佛力加持，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一般的普通的是三大二僧祇劫。如果得到殊胜的加持，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时间不是真的啊，我们凡夫以为是真的啊，在佛法里说念界圆融啊，一念可以把它延长为无量界，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这个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啊，所以佛才总说了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要执着就对了啊，细心去体会事实真相。我们再看最后的六句啊，后面这个一松板，佛智无边际，言说不可尽，圣慧等菩萨尽我坚固慧，无数意界中啊，说亦不能尽。这个一松半啊，清凉大师说后一松半戒得无尽，此为终极，故总举前十啊。我们看经文，首先这两句是第九首偈的后半啊，这个后半首，佛智无边际，我们前面学过，诸佛有十种无碍智慧啊，十不是数字，是表示无尽的意思，表示圆满的意思。啊，那么说佛智，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说自己，不是说别人。啊，要记住啊，佛在华严经上多次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包括你，包括他，包括我，我们通通都在里头啊。
这真的不是假的呀。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佛说呢，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是佛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回到自信，你就本来是佛。啊，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丝毫差别。啊，佛的智慧说不尽啊，佛的能力也说不尽啊，佛的相好也说不尽啊。啊，都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这是说到了终极处了，所以幕后这一首啊，总举前面这个摄心位的菩萨、圣慧等菩萨，我们在这篇经里面首先看到的东方法会菩萨，哎，他这个地方没有讲法会等菩萨，他讲西方啊，东方是法会，南方是一切会，西方才是圣会，应该是讲啊法会等菩萨，这才对呀。从法会到这个坚固会嘛，这最后这第十位十住是坚固会嘛，啊，应该是这个法会等菩萨即我坚固会，那这就十个都说到了。哎，他为什么说从西方？啊，把东方南方都省掉了，用圣会来代表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啊，你看这些意思啊，华严经到幕后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处处都有指归，都有密意在里头，我们从这里上要体会啊，圣是殊胜，也就是说这十位菩萨都是殊胜智慧，一解释多多解释一样啊，不是把那两个省掉了，啊，从西方再说起，不是的，东方、南方都包括在其中，啊，所以总结这段经文，所以这个意思就很深、很大了。啊，暗暗的含着华严的成就，华严的圆满就在往生极乐世界，你不细看你不知道，你细细看它里头真的有奥义在里头啊。啊，所以前清啊，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啊，这一位居士也很了不起，我们从传记里面看到他聪明绝顶的人，
啊，他父亲是乾隆皇帝时代的兵部尚书。啊，兵部尚书就是现在所讲的国防部长。啊，所以他也是高干子弟。啊，好像他是19岁吧，还是18岁，就是不满20岁。20岁叫入冠。他是童子，还没有到这个年龄，他就考中进士。啊，因为他家庭环境好啊，考中进士之后不做官，他去学佛学道。啊，他对这个很有兴趣。啊，在佛跟道里面有很殊胜的成就。啊，真正是成了大德了。他没有出家。啊，以居士身份呢，成着佛门的大德。他说，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华严经呢，是大本无量寿经。我们从圣慧等菩萨了这个经文里头，是不是给了彭济谦居士的启示？啊，他怎么能说得出这个话来？啊，他精通华严。他有一本著作叫《华严念佛三昧论》，那是他做的。啊，我们近代黄念祖老居士有个讲解，有个讲记，可以做参考。啊，《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那么从53参里面那个信息啊，就太明显了。啊，善财在华严经上是做出了榜样来给我们看。啊，这一桩事情呢，是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啊，他说华严经是佛法里面的概论。啊，所以他对佛法各宗各派的教义他通通有。啊，49年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没有离开华严，这华严是总说，啊，确实是概论。啊，他说这部书啊，编得太好了，有圆满的理论，他把它看作哲学，啊，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啊，周密详细的学习方法。他最难得的呢，他后面还带表演。啊，善财跟53位善知识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他这个在全世界哲学书里面呢，找不到第二种。啊，理论方法表演。文殊普贤是华严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代表解门，一个代表行门。啊，文殊菩萨代表解，普贤菩萨代表行。
皆心相应呐、啊！啊，到最后啊，这两位菩萨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他们两个带头劝导华严会上所有的佛菩萨，通通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什么境界？啊，他们两个老师是毗卢遮那佛，啊，是卢舍那佛，都把他带到极乐世界了，这卢舍那佛能不生气吗？把他的人全带光了。好在卢舍那佛没有三重障，没有傲慢，没有嫉妒，没有贪欲啊，不但没有嫉妒，反而欢喜赞叹。为什么呢？在华藏世界成就啊，达到究竟圆满，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了，那把这个证得究竟圆满果位的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真难得了啊！我想这个就是诸佛菩萨了事先给我们看的啊，教导我们应当把傲慢、嫉妒、贪欲放下，像他那样的啊。别人有好的地方学习，有好的地方去，要欢喜赞叹，送他们去，不要障碍。卢舍那是报身佛，阿弥陀佛也是报身佛。你说他是一还是二呢？啊，我们在大乘里面熏习这么多年了，虽然没有入境界，哎，也懂得这些言语，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为什么呢？有一二啊，就有分别，就有执着。这个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诸法实相啊。啊，那我们看看，啊，看这个幕后的这个经文里面说。文殊普贤发愿往生，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可以说是得意门生的啊。那善财学什么法门？肯定是学念佛法门嘛。老师发愿求生净土，学生哪有不跟着去的道理呢？他在文殊菩萨教诲当中成就根本智，就是此地讲的啊，前面所讲的得清净慧眼，了诸佛境界。用我们中国佛教的名词，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下了得这么样的成就啊，见性成佛，叫分证即佛，就是华严会上的初住菩萨。
到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文殊菩萨就不留他了，叫他出去参学。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一定要跟着老师，不能离开。达到这个水平呢，就要离开老师，出去毕业了。啊，我们学佛不是跟一个老师吗？他跟文殊菩萨一个老师，一个老师的时候毕业了，成就了，他有能力啊，辨别是非邪正。啊，厉害得失，这他统统有这个能力了，让他自己学，他可以亲近一切善知识，完全没有限制了，啊，所以他出去有五十三参呐，啊，五十三参是代表这个社会里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世间出世间。你通通可以接触，啊，成就厚德之，厚德之无所不知啊！啊，那学得快呀，只要一接触、一看、一听，完全明了。啊，给我们表演，啊，无所不知，他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智，根本智是般若无知，这根本智，五十三参呢是无所不知，得大圆满了，啊，所以方老师对于华严这些这个经教啊，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这华严是科学啊，他是真干的，不是在家胡思乱想啊，啊，他是广学多闻，五十三参是广学多闻的 啊，可是没有根本智，就决定没有后德智，所以根本智非常像一棵大树一样，先有根本，五十三参是枝叶花果，无所不知。啊，如果没有根本呢，你去参学的时候，那是有所不知，那是真的。哎，你求知，求的再多，还是有所不知。啊，而且你所知的时候，不是圆满的，不是究竟的，是片面的。啊，那么这种知，这是知识，不是智慧，后遗症很多。纵然帮助你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是后头后遗症多，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啊！不像智慧，智慧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真是一了百了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到这一层。那么善财出去参学，第一个参访德云比丘啊，四十化缘的叫做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啊，两种翻译，吉祥就是德，德就是吉祥啊，这个人是比丘的身份，他是初住菩萨，所以善财能够去访问他，他们的这个功恨呢达到平等啊，善财也就是初住菩萨才能访问初住菩萨，如果你自己不到这个境界，你根本就见不到他啊，一定是同等的境界。那么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修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就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波州三昧在念佛法门里面是最精进的啊，他一期是九十天啊，九十天呢不能睡觉，不能坐着啊，只可以站着走动啊，所以这个也叫做佛力三昧啊，九十天不能坐下来啊，不能躺着睡觉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修的，那身体也好啊，你得要熬得住啊，啊，所以站着精行，讲绕佛精行，它主要是走动，走累了可以站着，不能坐下来，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善财童子参访他。他给他讲念佛法门，讲了二十一种。这二十一种念佛法门要是展开，就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所以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妙啊！所以在这里再看到是一切皆一，一皆一起。哪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呢？全是啊！啊，念不是口里念。你看中国人这个念字，啊，是个会意的字。啊，念是什么意思？今心，就是现在的心。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现在这个心上有佛，就叫做念佛。啊，不是我们讲什么口念心念的，不是啊。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讲绝了。那佛是什么？佛是觉。啊，就是自信觉。你现在这个心不迷，就是觉，那就是佛。啊，所以从这个意思讲的是，所有这佛法是全是佛了，全是念佛法门的。啊，这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哎、啊，而且这表的相，那就是极乐世界，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叫佛力三昧。再看最后，啊，这开头啊，第一个，再看结尾，第五十三，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非常明显了，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引导他了，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去了。你看这个一头一尾，它当中还会变卦吗？不会呀、啊。所以善财就是专修念佛法门，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哎，他搞多元文化，啊，在五十三参里面，什么宗教都有，什么学派都有，而且还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全都有。啊，他全都去参访，全都向他们学习，就是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啊，所有宗教学术是一家，啊，所有宗教学术是一体，妙极了。啊，宗教是一家，学术是一体，最早是谁提出来的？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的时候提出来，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懂啊，懂得之后要认真学习啊，以《华严经》做根本，所有宗教学这个学术是《华严经》这个大树的枝叶化果。真善美慧，大圆满呢、啊？所以这个圣慧的味道就很浓了，他不用法慧，他用圣慧，到这个第十位，即我坚固慧，坚固慧菩萨是第十住，这个就是把十住菩萨全包括在其中了。无数一劫中，摄业不能尽，所有十住菩萨，从初住到十住，共同来说，如来的智慧德相，说不尽了。这一品经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再看幕后啊，李长者的论只有一行半，不到两行我们看，以上十菩萨各说十行颂，这个十行一行就是一首各说说了十首，何会入未法令身心助记皆无所依，立于偏执诸佛所住。这是李长者李宣就是合论做这个华严合论的李通玄长者，他老人家说的，就是以上是圣菩萨所说每一个人讲的十首偈颂，何会何重要啊？会是会合，入未法就是你正入摄住这个地位的方法他们是此赞叹令身心助记，这个记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分别，嫉妒分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分别执着一定要把身心分别执着离开皆无所依立于偏执，你才能诸佛所住。执是执着，偏是偏激偏激是什么呢？是妄想分别立妄想分别，立执着，你才能住佛所住佛所住的我们一般大乘教里面叫住十报庄严土在华严经里面讲呢住华藏世界，住极乐世界华藏跟极乐都是十报庄严土不是十法界凡夫住十法界是有所住到十报庄严土呢是无所住住无所住，那是住在法性里头完全回归到自性了，这个才叫真正大圆满只要你有所住，你就有妄想，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你看在四圣法界，虽然执着没有了，它有分别它有妄想，它有分别有执着呢，它就住六道了
啊，没有这个执着了，六道没有，他住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四个阶级，啊，这四个阶级里面就是他的妄想分别执着，有轻重不同，分成这四等，越往上面去越轻，真正放下断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才是佛住啊！所以佛回归到法性了，与法性融合成一体，这才讲的是究竟圆满啊。那么这个法门怎么个修法？这些都是。赞颂啊，在赞叹，都是在劝我们啊，劝导我们要真正相信，要真正发心啊，提升自己境界啊，提升到啊实住啊。实住修学的方法在下面一品啊。今天是2008年的除夕啊，我们这个祭赞品啊圆满啊，明天初一呢我们就开始学啊，怎样修学实住啊。如果我们学一品就深一品呢，那华严经学完之后啊，那个个都成了究竟圆满佛了啊，那就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了啊。善财童子一生成佛啊，我们如果是跟着这个经文步步高升呢，是好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如意啊，谢谢。